哎，刘凯，去辽阳工厂领焦化厂，你报名了吗？我还用报名吗？我是技术员，厂里领导亲自定的。切，去工厂里进焦化厂就没子意思喽。反正我跟小姨商量好了，不去。你不去就不去，干嘛非拉上人小易啊？工厂里那个地方荒山野岭，听说还有野猪跑进宿舍，你不怕就去。哪有那么吓人？那是辽阳工厂领，又不是上甘岭。哎，雷锋，啊，你也是，好好的退土技术你不当，你偏要跑去哪里？是不是为了多挣那12块钱呢？说什么呢？人家雷锋在老家，工资就是37块。就是，行了，雷锋去，我就跟着去，散了吧，啊，走。小叶。这马上就要走了，做个纪念吧。就他啊！哎，你啥态度啊？你考虑一下人家的感受啊！我不考虑，我那都是大家伙，可不是逗孩子玩的玩具。人家可是鞍钢的优秀的推土技师。我不要！你看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是老党员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你要也得要，不要也得要，听见没有？记着啊，多高就是多高，别整些假的。对了，你叫啥名来着？我叫雷锋。什么什么？打雷的雷，冲锋的锋。叫什么？我叫雷锋。抓紧时间回去看情况，可别耽误了最近的工期，好吧？
我知道，雷锋，赶紧睡吧啊！ 今天是到了工厂领浇花厂的第一天，没想到师傅不喜欢我。我不怕，只要我加倍努力，积极热情工作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会用自己的表现，让师傅喜欢我的。 同志，让我来试试。是是是是，活塞紧一下。不是这儿，活塞那儿。哎，对对对，让他试试，群策群力嘛。你行吗？啊、哎呀，你上车，你上车，我来。哎，螺丝刀。哦，好，螺丝刀。啊，拿个扳子给我。哦，扳子。哎，你打着火试试。哎，给，聊到了。姜师傅，谢谢了。哎，不客气。哎。 向同志们学习。同志们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大家如果细心看的话，就在这个破厂房，到处还留着当年留下的弹痕。日本鬼子滚蛋的时候，曾经撂下过话：就在这个地方，在中国人手里只能种高粱。可是，在新中国成立了仅仅一周年的时候，我们就练出了共和国的第一炉钢水。 但是同志们，我们依然很落后。
毛主席教导我们，落后就要挨打，所以咱们必须强大。过去的枪炮声已经远去了，但是你们的战斗依然在继续，你们就是战斗在祖国钢铁战线上的钢铁战士。毛主席说了，中国人咱死都不怕，还怕困难吗？不怕。我叫雷锋，是工厂领焦化厂的推土机手。来的路上就是他帮我修的车，不然我就迟到了。谢谢你啊。没事儿，政委，你刚才的报告真是太鼓舞人了，我都还没听够，我想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。嗯，多大了？19。哎，别看他年龄小啊，他可是我们厂最爱学习的先进工作者呀。哦，爱学习，好啊，送给你，拿着吧。好，有事找我，走了。哎，小易，他们在背后还说你呢，他们说就冲雷锋留给你那个日记本啊，你也别想入团。日记本？嗯，那我们又没偷偷摸摸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还有调啊？小资产？嗯，你们乱说什么呢？哎，要不你告诉我，上面亲戚有我的花，写的不少吧？啊？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了，这不太好吧？这可是你的秘密啊！我没什么秘密，你赶快看。那我可真看了，不客气了。看一下哈，赠给义秀你同志。哎呦，同志，连个亲爱的都没有，太没有意思了。船能够乘风破浪才能前进，人能够克服困难才能生存。哎哎哎哎哎，干啥干啥？你们想干啥？师傅，啊，我们搬点水泥。搬水泥？哎，停停！搬水泥有皮条吗？什么子皮条？皮条没有，你们敢搬水泥？哎，停停！你们两个，给我走。哎，师傅，你别着急嘛，你听我们跟你说，哎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，师傅。哎，师傅，你别生气。咋了？你看咋办吧？这两个小子偷水泥。不是这样的，师傅，谁偷了？你才偷了！哎，苗子，你有皮条吗？你没有皮条就是偷啊！我们那是拿水泥盖新宿舍，苗子，能让李书记住这种破地方办公啊？你有空看看我们那个宿舍去，那是人住的地方吗？四面通风，哎，那怎么不能住啊？哎，战场上比这困难多了，我们也住过来了。是师傅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师傅，别，我不是你师傅，你们都听见了啊？拿高标号水泥盖宿舍，哎，你长那个身子骨了吗？好，你凶什么凶啊？啊，你凶什么凶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你。苗子，你干嘛呢？好了，师傅，好了，都别说了啊，都别说了。苗满花，那水泥啊，是建新厂房的，可金贵了，恨不得论斤论两的用啊。啊，今天这事儿呢，就到这儿了啊。以后大家多注意，啊，赶紧回去工作去吧。是。这泥本来就难和，还弄那么多杂草，这不更难和了？你忘了我们湖南老家就这么盖房子的，可结实了，还不怕淋雨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来草，哎，那是你干活干的少。哎，安妮，这边是停工了。催什么催啊？没看这泥都是疙瘩疙瘩，和都和不动。好了，来，快，赶紧加把劲儿，等着吧。别说了啊，拖了些进去踩，可能要快些。嗯，雷锋这个办法好。雷锋。不扎脚啊！哎，还好。哎，师傅，哎，这办法真挺好的。哎，来，大家都来，来，苗子，你看这和了多快！苗子，你也来。哎，我怕冷。哎，徐叔，你出来，快点出来！该咋了？你们怎么让他踩泥的？他那腿。怎么了？老同志给年轻人做个榜样，这有啥呀？苗子，废话。别再推，师傅，
他这腿还能卸下来呀？没事啊。告诉你，他的腿正在朝鲜战场了，知道吗？你听听。师叔，快走！师叔，哎呀，到这边歇会儿。没那么金贵呀，师叔。师傅，把鞋穿上。再有十几天，我们就能住进自己亲手建的房子了。虽然累一点，却特别舒心。最让我兴奋的是，我师父是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的英雄，我觉得他特别可敬。说什么了？我都看见了，雷锋上报了。虽然我家苗子没有上报纸，但是给我写信啦。是吗？嗯。你的雷锋哥哥没有消息吗？有啊，全在这上面呢。不能光看报纸，看看苗子写的信吧。小琪，看来你们的选择是对的，这种苦对我们男人都吃不消。一日三餐全是高粱米玉米面的，住的地方都能看到天上的星星。雷锋，哎，来，雷锋你来了。喂，小三郎，下火啊！喂，来人了！喂，你高点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，我都垫着脚了。哎，这，我喊一二三啊，你往上跳一下，我正好顺手拉了啊，来啊！一二三，跳！来网控，你调练人呢？你长这么大个儿干什么用呢？就露个份子。好你个苗子啊，自己拿。来，把那边拿过来。行，我自己拿。哎呀，明星啊，用不动了，上报纸了就是不一样啊。哎，你小子干什么？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出来！哎，哎呦，师傅，你说你是谁家的孩子？哎呀，师傅，这雷锋，你别管，他这是头东西啊！你别管，我跟你说，你说你家长是谁？干嘛呢？脚痒，头东西！不是头不痛，别就喊。哎哎，师傅，你这是干嘛的？你怎么打孩子啊？妈妈病了，他们两个在吃饭了。我妈病了，我想拿个馒头给他吃。都咋的了？这技术不是活大泥，你这么早搞技术，这是投机取巧啊！找我呀？
你忘了我是万能的钳工啊。哎，起起起，往右拐进，往右退。哎，来，行了，你可真行啊。嗨，小航，我跟你讲啊，如果想要再高一点啊，就把这个孔看见没，往后挪一下，它前面这个臂展就会加长，然后呢往上面运啊就会更轻松了。看不出来你可真有一套。来，走走，来，走。雷锋啊，哎，行了，别忙活了，快去吃饭去吧。哎呀，没事，师傅，这人这么多，我忙会儿吧。你看看哪还有人啊，快快去，快去，快去吧。那行，我就打饭了。别忙，别忙，别忙。谢师傅啊，快去，去去。徐师傅，今天过年呢，打那么多的细粮啊。雷锋，等会儿啊。不用了，你帮我打点饭吧。哎，等会儿啊，凉面。拿去。哎，怎么都是粗粮啊？自己嘴里往外勒啊，你这身体要是垮了，这一家人咋整啊？那豆腐切点白菜会会。哎，好。妈妈，我要一个。妈妈，我要。嘘，过来。行了，出去玩去吧。吃吧，去吧，小心点啊！你看你啊，是不是把这一个礼拜的细粮都省下来了？啊？哎，董大叔，锅里什么呀？馒头啊，怎么了？这也没人。掰一块给我呗，想吃细粮啊？啊，粮票呢？我要是有粮票，我还跟你要什么呀？那上半个月就吃光了。那细粮票，那就吃高粱米呗。哎，那不是细粮吗？哎，雷锋，雷锋，哎哎，雷锋，这是要过年啊？小玉，迎接十年大庆，这个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抓思想工作，发现先进就要宣传，特别是李书记啊，我们交货厂来人了。好，来，小玉，来进。哦，你就是易秀敏同志吧？嗯，昨天就接到电话了啊，欢迎你。你好，李书记。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来我们焦化厂，我们真是太高兴了。小易同志，欢迎你。哎，刘凯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这位是我师傅。哦，好了，这个我们继续开会。哎，嗯，你真是的，你都不如人家苗子，他还知道给小琪写封信呢。哎，对不起，你不知道啊，我们刚到工厂里的时候，为了解决吃住问题，那真是忙一天都忙不过来。那我也住工棚吗？这个哪能啊！
你们啊，女同志优先，所以说你们住在我们全厂最好的宿舍里面，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旧厂房改造的，不像我们那儿又是漏风又是漏雨的。那你们也太苦了。苦啥呀苦啊，李书记说了，困难只是暂时的，我们就要在这个工厂里建一个崭新的焦化厂。小琪，你过得好吗？尽管建设中的焦化厂生活很艰苦，让我有点吃不消，但是如果你要来看我的话，我会以最隆重的方式迎接你的到来。过来吧。石大姐、小易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们新盖的宿舍。走，当时啊，苗子在上面铺草，我在下面和大泥。看看姐，走进去看看。都来了，来来来，大家都过来一下，大家过来啊！怎么了？过来一下，过来过来！我给大家宣布个好消息，这不是快到国庆节了吗？鞍钢总厂表扬咱们了，准备在国庆节期间给咱们送米、送面、送酒、送肉。还有更好的消息呢，今天晚上辽阳殡仪局的于政委来亲自给咱们。怎么回事？哎，李书记，怎么回事？全场停电，同志们，现在停电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请于政委给我们继续讲电影《山海岭》的故事，大家欢迎。好，好，同志们，那我就接着给大家讲讲《山海岭》的这段故事，大伙儿都看见了。当年上甘岭的这场战役打的是相当惨烈，我们坚守主峰阵地的连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，但是敌人没有在我们英勇的志愿军战士面前前进一步。当上级首长问他们说你们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就想要点祖国亲人送来的苹果。首长说没问题，一定送到，然后就派了一个班的战士带着几箱苹果向主峰进发了。但是在穿过敌人150米的炮火封锁区的时候，这些战士先后都牺牲了。当仅剩的一个战士爬上阵地的时候，他终于把剩下的最后一只苹果从怀里拿了出来，送上了主峰。他终于把祖国人民的情谊送上了主峰。
我们的战士手里捧着这只苹果，谁都不敢吃一口。大家都在细细地品味着祖国亲人的那份情谊。同志们，你们说，我们这样的军队能不打胜仗吗？当年把苹果送上阵地的这个老英雄就在你们中间，他就是我们焦化厂的徐宝才师傅。我叫雷锋，来来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好，快快快，带哥哥进屋里坐去。哥哥给你们带好吃的了，来，来，哎，你们猜哥哥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？我能猜了。来，一人一个。来，哎呦，哎，给，还有两个呀，我们就给爸爸妈妈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虎子拿着。你看你呀，来喝点水。谢谢师母。你每个月就那么点细粮，还生从自己嘴里省啊？没事儿，我年轻。哦，对了，师母，哎，我还带了几件旧衣服，你看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给弟弟妹妹穿吧。你看怎么样？不嫌弃，不嫌弃，好着呢。哎呦，不是，这个你还是拿回家给你自己家的弟弟妹妹穿吧。啊，我爸回来了。爸爸妈妈，馒头，馒头。爸爸，你回来了，馒头。哪来的馒头？哥哥给的。师傅，回来了。哎，哎，去把暖壶拿来。哎哎，你坐啊。好，走走走走，来，跟我出去。师傅，你在找茶缸吧？啊，你看见了？嗯。给。哎，这不是我的。我是想跟您换一下，师傅，这个新的给你。你的旧的。就换给我，这是我的。是啊，这个茶缸这么有意义，上面都还有弹孔呢。师傅，原来你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英雄啊。扯淡，我算什么英雄？我的那些战友，那些牺牲在战场的战友，他们才是英雄。那可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。二十多岁？二十多岁就是他们的一辈子了。短吗？短吗？人的命啊，有长有短。他们把生命都献给了国家，那再短那也是长。啥都不干，活一百岁也是个短。你也一样，吃点苦，干点活。你呀，就别咋咋呼呼的，啊！你和那些舍命为国的人比，你差远了。这英雄是用命拼出来的，不是用照相机照出来的。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，那再短也是长。什么活都不干，活一百岁那也是短。英雄是用命拼出来的。今天听了师父的一番话，我觉得自己长大了。我现在才明白师父为什么不说自己是英雄？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英雄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。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。雷锋，哎，这都是给你的。
以后还需要什么就直接跟我说。谢谢李书记了。李书记，哎，你找我。哎，快快快快，师傅啊，我呀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啥事儿啊？上级亲自点名，要你去北京参加十年国庆典礼。我？对呀，你是英雄啊！去北京参加国庆典礼，哎，那是不是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？那当然了。你呀，一会儿就赶紧去准备准备啊。不过你这身衣服，算了，这还是我来想办法吧。哎哎哎，赶紧去准备准备吧，傻了。哦。哎，雷锋。哎。光荣吧？嗯，能见着毛主席，那当然光荣了。好好干，将来呢，你也能见着毛主席。我一定努力。雷锋啊，哎，你看啊，咱们厂的现在这条件啊，我现在是担心有些年轻的同志挺不住啊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精神，你不光要做好自己，还用带动大家。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。小叶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特别的高兴。我看你哪天都那么高兴。那是喽，你看，生活有意义，工作有奔头，当然高兴了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看什么看？赶紧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快走！他们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人。小七，你真的来了？怎么，我就不能来吗？我就是要看看工厂里到底好在哪里。好什么好啊？哎。你是不是想我了？臭尾巴你，才不是呢！你来的真是时候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！怎么？我有东西给你。来来来来来，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从哪弄来的？我自己做的。你还有这本事啊？那可不，还有呢。等会儿我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嗯，香不香？嗯，好香啊！特意为你准备的，我自己都吃不上。还特意为我准备的，你就带我来这个破地方啊？好了吗？还没呢，一会儿又好，再等等。好了吗？你再不好，我可要睁眼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别睁眼，别睁眼。一下子就好啊！来，把手给我，拿出来。哎呀！黄毛丫头，啊，生日快乐！你是干啥的？鞍钢化工总厂的。总厂的？你总厂你跑这儿来干嘛呀？你们俩啥关系？是老乡。对，老乡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们俩偷偷摸摸的在这搞小资产阶级。哎哎，你说，这炉子哪来的？材料哪来的？这油是哪来的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那大不了我赔就是了嘛！你混蛋！那全厂的人跟你一样，一人一个炉子，咱们厂就成了饭馆子了，这不
那谁让你们食堂那做出来东西能吃吗？你还有理了你？有狗不让你吃！你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行了行了，你想动手啊？来，你碰我一下，试试。行了，我告诉你小子，咱这个事儿没完。你给我苗子，他不会告诉我们领导吧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小七。小琪，哎，老齐啊，你来了正好，来赶紧试试，我这身衣服啊，你穿着应该合适。去北京啊，要穿这装。不，拿着公家的材料啊，用着公家的油，谋着他个人的福利，你看怎么办？你别说，这小子的手艺还真不赖。这是赃物啊，你怎么还夸他呀你？老徐啊，这能有多大的事儿啊？走，快走，一会儿赶不上车了。走，有什么好留恋的喽？老徐啊，就咱们工厂领这条件啊，这些南方孩子能坚持，这就很好了。这还叫好啊？啊，这还叫好？那这回啊，我得批评你了。咱们做长辈的，要多看到孩子们的长处，你不能啊，老拿上甘岭的精神去要求现在的年轻人。不行，我就用上甘岭标准要求的。你老按照你现在的要求，那这些孩子就全都跑了。哎呀，等，你就惯着他们吧。你咋了？苗满库他跑了。苗满库！苗子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今天不能走。雷锋，你是没有看见那个人太恐怖了。小琪，我看见了，我天天都看我师父那张脸。但是你们不知道，我师父他人不坏，他是个英雄，真的。英雄？他是英雄就能把我们当美国鬼子看吗？工厂里这个破地方，吃不好住不好。还要受这份气，我还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？苗子，你这完全就是在赌气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你说抹子也不能走。被抹子不能走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走定了。我以前就想走，要不是你总拦着我，我早就走了。你这个时候走算什么呀？啊，这叫半途而废，你晓得不？说什么你今天就不能走？我被抹子今天不能走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来的时候要不是你鼓动了我，我能来这破地方受这份罪吗？当初在暗山，是我鼓动你来的。那现在不让你走的，也是我雷锋一个人。雷锋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你说出话来，我今天也要走。走，苗子，我跟你讲，苗子，我雷锋说不出话来，我也没有话跟你说出来。但我们就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不让一个人掉队。我雷锋身边不出一个逃兵。逃兵？行，你优秀，你去工厂领当你的英雄去。我苗满库就是个逃兵，我交枪，我懦夫，我认输，我今天就走了。小七，走。雷锋，我告诉你，苗子。在我身边逃兵不是那么好当的，给我回去！雷锋，松手！我给你整！苗子，苗子，快住手！给我回去！住手！雷锋，我告诉你。
要不是看在我是闽师老乡的份上，我今天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松开，饶子！今天说什么我也不放手的。你松不松开？我不松。你松不松？不松。松开！饶子，你还伸动手啊你？饶子，你干什么呀你？雷锋，我服了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你把我拉回去，我明天照样会走。走，苗大坤。你走，我就让你记住一句话：以后你永远不要说你是毛主席家乡的人，你别说。苗满库的离开，我有责任。李书记让团员起模范带头作用，这一点我没有做好。这件事的发生让我懂得这个道理：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，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，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填海。是毛主席家乡的人。原计划过期的食品，今天就能够按时运到，让大家解解馋。可是，这现在全都泡汤了。老徐啊，我们只能用窝头给你践行了。不用，还践什么行啊？现在国家这么困难，咱也就别搞形式了，还是节约一点吧。雷锋，不是我说你啊，这可是你两个月的喜粮啊！哎呀，没事儿。师傅，你也知道这个是困难时期，这桌饭菜也不算丰盛，是我的一点心意吧。我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到北京去见毛主席。哎呀，还是雷锋想的周到啊！师傅，哎，粗茶淡饭，不成敬意。今天我们大伙儿给你送行了，到了北京，别忘了告诉毛主席，我们焦化厂的工人。吃得饱，穿得暖，一定可以成为新中国的钢铁英雄。嗯，对，好，来。
师父去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回来了，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毛主席，还照了相，太幸福了。我想要是有一天我能和他一样见到我日思夜想的毛主席，该多好啊。这是北京特产果脯，来给你一个。雷锋，吃糖。谢谢再来一个。给你，给你，快快。我雷锋啊，这个纪念章啊，每个代表就给一枚。我跟会务组的同志磨叽了半天，我又多要了两枚。这枚给你，这个呢，你给苗满库。李书记总让我给他道歉。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说话跟骂人似的。你跟苗子说就那么地儿吧。放心吧，师傅。好吧。小易。哎，刘技术员。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找雷锋去。雷锋啊，他去徐叔家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哦，那我先忙去了。哎，小易。正好我有事情想跟你谈一谈。找我谈啊？那个咱俩认识已经有半年多了是吧？嗯。你觉着我这个人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我觉着咱们从鞍钢总厂到工厂里啊，这半年的时间了解认识一人已经足够了是吧？我说实话，我在鞍钢总厂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老喜欢你了。我今年22岁了，在家是老小。不瞒你说，我妈都已经偷偷来厂里看过你了。她也老喜欢你了。刘凯大哥，我知道你很关心我，我也很尊敬你，只不过我还没有想过个人问题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别人。再见。
去，让大家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。好嘞。啊，怎么样？啊，那个，看来损失没这么大损失。啊，别动啊！好，都拿好自己的衣服啊。这儿还有一个，师傅，我来吧。哎，这雷锋呢？李书记，雷锋他生病了。啥？生病了？帮我把哥哥扶起来。哎哎，这上面写的可全都是你，虎子刚才给我念了。这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。这上面还说了，说你把被子都抱去了，是吗？啊？沈安。啊？水泥可比被子金贵。你虎啊，这人比水泥更金贵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是这师傅老娘们家家的，别瞎嘚的。没瞎嘚的。啊，去去去，给他弄点热乎的吃。哎，爸爸，哎呦，爸爸，啊，爸，爸爸，啊，怎么样？啊，弄对了吗？嗯，没事了。有家真好，有妈更好。我早说过了，你呀就把这儿当你自己的家。你要是不嫌我们穷的话，你就把你叔、把我当你爸、你妈，啊。小易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呦，给你。哎，小易，哎，那什么，你吃饭了吗？要不我去给你打点。雷锋，吃饭了。嘿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！吃饭。说什么呢？我是来送被子的。对。
被子。这有人疼就是不一样。苗子，你又乱说。你瞎说吧，你就苗子啊！小琪来信了吗？哎呀，来了，过得挺好的，比咱们强多了。整天啊，美着呢。哎，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先走了。要不我先走吧。小易，谢谢啊！雷锋，发展人怎么样了？马子发展，我可能要比你了。你要再不积极，他可就被人抢走了。你说马子啊？真的？那我亲眼看见的。哎，雷锋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好了。我和小姨关系是很好，可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你可别出去到处乱讲啊。还有，我们现在厂工作任务这么重，得把精力放在工作上面，你晓得不？至于其他的事情啊，以后再说喽。行，哎，以后再说。可是，那也不能便宜了东北小四眼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衣袖敏这只天鹅，我这只癞蛤蟆上去咬一口怎么样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呀哎呀！干什么的？哎呀，别闹！不养了，不养，不养！跟你说点正事儿。癞蛤蟆，你看，说点正事儿啊。征兵快开始了，当兵，啊？今天的征兵工作，哎，雷锋，快点瞄在那前面，看见绑没？啊！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啊！哎，来，通知你们车间其他人报名去。不，我先去了啊。什么叫你先去了？走，一块。你去干什么？你不符合标准。谁说我不合格？林书记，这是今年报名花名册。你们队今天报名参军的这几个人，哎，特别是刘凯啊，以啥态度？我角色应该滋损，青年人响应国家号召，这是好事情。你说的这是官话。雷锋想去参军，你们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说句实在话，我真舍不得，这小伙子特有号召力。好小伙子，谁都不愿意放。前几个月他从鞍山来咱们辽阳的时候，不管是车间领导还是他师傅，都不愿意放。那是我强烈要求给调来的。想要留，总得有个说法啊。说法还不是现成的？那他身体条件不行啊，个儿不够高，体重肯定也不够啊。人家个儿不够高，但思想境界高。李书记，要不你出面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呗？堂堂党委书记，出面做应征青年的负面思想工作，这话可头一次听说。说的也是，李书记是征兵委员会的主任，那总不能自己拆自己台呀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当然了，最后的决定还是要听兵役局的。这好小伙子，谁都不愿意放。但是呢，参军是光荣的事儿，啊。我们都要支持。石姐姐，啊，我也要去当兵。你呀，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，你是怕你雷锋哥哥呀当兵走了就离开你了，是不是？说到你心坎里了吧？你放心，姐给你打保票，雷锋这兵啊他当不成。为什么？你想想啊，可着咱这焦化厂。
只有你一个人心里想让雷锋去当兵。不对呀，刘技术员也希望他去。哎呀，你傻的。反正我要去不了，我也不希望他去。哎，终于把你心里的秘密说出来了。苗子，你快点儿！雷锋，你穿个皮夹克，你不嫌冷啊？你懂个么子？我这叫注意形象。你是去当兵，不是去当新郎。如果你真注意形象的话，我教你个办法。你到时候那个踩一高跷，啊，没准你还有点戏吧。你说踩什么？踩高跷啊！来了。李政委，哎，李书记，你好。啊，一人当兵，全家光荣；一人入伍，全场光荣。啊，看到有这么多的好小伙子踊跃的报名参军入伍，我这个老兵心里啊，激动。好，要不然你说咱们这个红色江山，将来靠谁保卫啊？就靠你们了。下面一个内容呢，请兵役局的领导和部队首长接见全体士兵请帖。全体起。你这个，我眼睛不好，雷锋眼睛好。啊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好，首长好。小伙子真棒，想当兵吗？做梦都想。太好了，祝您美梦成真。谢谢首长。啊啊。政委，啊，好，首长，好，好，好，嗯，好，不错，都不错，好努力啊！十八岁的哥哥想把那军来参，哎哎，能不能别唱了？我这心正烦着呢。你刚才没看见啊？看嘛子？那政委就握着我的手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说，小伙儿，祝你美梦成真。”他真这么说了？真的？你不就在我后面吗？哎呀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能不能别吹了？大半夜的。雷锋，你帮我想想啊，我这当兵是能分配到汽车兵长还是炮兵？在车里他冻不着冷不着啊。哎，雷锋，你送我的去啊！呀，雷锋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来。这咋不睡觉呢？啊，睡不着。哎呀，你看看。连个棉衣都不穿啊！哎，我不懒，心里边有火。是不是想参军的事儿啊？啊，哎，雷锋，有个事儿呢，我想跟你说一下啊。哎，是好事儿啊。这明年呢，咱们厂呢就要大规模投产了。只要一投产，上级就要批给咱们两台 S-80 推土机啊。你想想啊，你当个推土机手。那多神气啊，一点不比当兵差呀。李书记，你不会是不愿意我当这个兵吧？队长，报名当兵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快点，上车。这咋样了？上车，这人都到齐了吧？到齐了。雷锋还没到呢。啊，别，你不要管他了，先上车。上车。来来来，快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吧。好嘞。啊。那我赶紧走了，快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啊！路上小心啊！哎，这路上一定要小心啊！好嘞，啊，快走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雷锋，哎，你来干啥来了？体检啊，我去。不是，你真想去碰碰去？不是去碰，我一定可以通过的。等着给我带红花吧，啊！来进去吧。谢谢王军同志。哎哎，不错。雷锋呢？雷锋啊，是因为太平了。哎，你怎么看着？那儿呢？
我先进去了，我先进去。雷锋，哎，没吃到吧？雷锋，打雷的雷，冲锋的锋。今早多少工作？交号场的。有一个票。对，下一个。站哪儿了？在机场。下一个。我们一个场。怎么这么晚啊？哎呀，这是不是在这排队？对对对，快！首长好，首长好。哎，这小同学啊，在体检呢啊，出去玩。报告首长，我不是小同学，我是来体检的。这体检表。好，雷锋啊。嗯。我看你这个头啊，快别体检了，我检了还白检啊，你这不够标准。我去吧。哎，首长，首长。雷锋，那咱回去吧。回什么回啊？都来了。咱们躲着点，那边那边好。哎，苗满库，李书记，哎，刘凯啊，咋样了？雷锋不合格，人家首长说了，他连最基本的要求达不到，人家分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个级别，他连丁级都达不到。您得帮雷锋想想办法呀，李书记。那好吧，那就把人带回来吧。丁级都没给，在我这儿他就是个好样的，是甲级的甲级。哎呀，我不回去。雷锋，这不是办法，体检标准那是硬杠杠。哎呀，什么硬杠杠软杠杠？哎，刘继全，你法子多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呗，你跟他们说说。我能想啥办法？我还有办法，我自己早当兵去了。哎，硬杠杠。硬杠杠是吧？那我在这儿待着，跟他硬磨。磨没用的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体检标准那是硬杠杠。硬杠杠你啊，是的。哎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呢。你看你想别的办法呀？我这也不没别的办法了。事在人为嘛，你动动脑子呀。管征兵工作的是谁啊？兵役局。带兵的首长。首长。通知各个单位，人员情况拢一下，马上把名单报上啊。于政委，什么？雷锋啊？哎，哎，于政委，政委。雷锋啊，你想当兵这个愿望我是理解的，可是人家现在招兵有很多要求和条件，你总得满足人家吧？你参军入伍这件事情，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做主说了算的事。政委，当兵是我十多年的梦想。啊，是，你说的那些道理我都明白，可是这个梦想，我肯定不会改变的。喂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，我都带来了，反正我不走了。你说过的，有事就找你，我就求你这一件事，让我当兵。哎，傻丫头，又闹心了。石姐姐，嗯，你说。咱们不希望雷锋去参军，是不是有点自私了？那不是咱们，是你自己。哎呀，不管谁了，是不是？看你这小样啊，又改变主意了？嗯。是姐姐，我有事先走了啊。这厂领导和同志们都不愿意他去当兵，为什么你愿意啊？
因为我了解他，他不达目的不会回头的。嗯，你干嘛来找我呀？因为你是老兵。我还认为啊，这雷锋同志入伍这问题，他是灵，但不适合。你说就像他那个，这到了部队，那衣服不得给他定做呀？啊？我认为啊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不重要？那你说军委命令重要吗？兵役体检标准重要不？你说我有多大胆子，敢违抗征兵条令条例？你说把一个不合格的兵整部队里来？是啊。这体检是个坎儿，往年没有任何争议，可今年这不遇上这么个小伙子吗？哎，该说不说，雷锋这小伙子挺可爱的。哼，要不咱还是听听政委意见吧。对。大家说来说去，无非都在强调一点，就是兵员质量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我说说自己的看法。雷锋。一个19岁的青年人，他的出身我们不说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要说的是，现在19岁的小青年，有几个人能够把毛主席著作学到这个样子？这都是认认真真、实实在在学出来的。我了解过，雷锋从湖南到东北，从鞍山到辽阳，一直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。他个人的先进事迹几次上过报纸，但是这一点，这个小孩从来没跟我们提过。同志们，我们要想一下，一个只有19岁的年轻人，但凡待过的地方，要走的时候，大家都恋恋不舍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就说这次应征入伍，我们这边因为他的身体条件不达标，不想收他，可是工厂岭那边呢？一直在藏着掖着，还不想放人。据我所知，焦化厂从上到下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让雷锋走。有。我是焦化厂的，叫徐宝才，我以一个老兵的名义推荐一个人当兵。谁呀？雷锋。你说这要上级怪罪下来，谁负责？我负责，我去请示市委书记。
师傅。光喜欢他不行啊。你就放心吧，雷锋要是做不成一个黄继光式的英雄，绝不会来见你。哎，李书记，李书记一定会来帮你继续啊，给大家照张相，继续啊。哎，坐好位置，哎，好的，李。1960年1月8日，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。这一天，我穿上了军装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我感到万分的光荣和喜悦。小易，我把你给我缝的被子留给你做个纪念吧。记得国庆给徐师傅送行的那顿饭吗？这些西凉票是我借你和刘凯的，这些钱用来还吴大姐家借的十个鸡蛋，还有赵科长家的两桶罐头，你一定替我还给他们。借了就要还，咱们要讲信用，是吧，小易？那一刻，我悄然心动，有牵挂，有叮咛，说也说不清。那一刻，我怦然心动，是关爱，是深情。离也离不清，默默凝望你的眼睛，花儿映红。我们都老了，你还是那么年轻。你踏上了远行。雷锋啊，离开我们50年了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你。你伟大的形象是永远是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，我在永远想念着你。
我怦然心动，是关爱，是深情，离言。